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再次看到你微凉晨光里笑得很甜蜜。周深版本的起风了，让我看到了青春的正能量。高晓松曾经评价周深介乎于童声与女生之间的魔音，简直是一个人的唱诗班。这种干净嗓子在当今的行业更加少见的，如此评价可知周深之魅力。你是否还记得大鱼中的敬意呢？像是温柔的潜入大海之中，音符轻轻的游歌在耳旁，所有的烦恼与愁全部都消失不见，沉醉于周深的音乐世界中，轻松治愈，享受这一方天地的静谧。起风了由高桥优作曲，米果作词，买辣椒也用卷演唱。不得不说，这曲子的连贯性非常棒，填词简约又美丽，听了很多版本的起风了，唯独周深的版本让我不再那么伤感，而是充满了一种青春的能量。这首歌在新歌排行榜的排名是第二，足以看出大家对于周深的认可了。他的声音像是一阵清风，温柔地拂在了脸上。回忆往昔，看着一路走来的路，虽然有遗憾有不舍，但是却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即便是消失了一部分的青春，我们的未来将会更加的美好。忧愁难耐，少年爱上层楼，米果的词对于少年的成长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从前初识这世界，如今走过这世间，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无不断的变化，世界观不断的完善，用善意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周遭。而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跳跃性的轻声活跃，让这首歌的能量继续放大。少年漂泊的痕迹，一步一个脚印，走走停停，如今归乡，颇多感慨。这不柔的让我想到了周深的胡同少年志，一曲少年志像是一个故事，少年外出游历，怀念往昔的喜怒爱乐，想象着我眼中白色的城墙，还沐浴着晚霞，想象着城门墩老人弹唱着一弦一调，游历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是啊，也不禁笑这近乡情怯，风吹起了从前的记忆，想想已是多年过去。周深的表达不同于之前的歌者，他带着几分笑意，几分活泼与快乐。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的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从前如今，任凭世界变化之大，我最初的梦想从未改变。副歌部分的诠释情绪逐步递进，少年归来仍是少年，只不过这个少年已经为猛虎，感慨总结历历在目。世界之大，之前沉溺于童话，曾经将青春翻涌成它，在盛夏盛开。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个人超级喜欢这一句，随缘，任风吹雨打，不要与时间为敌。路上的坎坷也是风景，这一个个的故事串联成了一段段的心情，或好或坏，让你更加强大。风起了，吹起你鬓角的白发，你明眸闪烁，一笑生花。多么善意的表达，多么温柔的诠释。到如今，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沉醉于儿时情话，不在乎那时候的幼稚，只因为真心，所以格外美丽。倘若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是否仍然愿意善意地面对周遭，面对自我？多年之后，风再起时，人不后悔。心中的意念在周深善意的表达中充满了正能量，生生不息。另外，为了吸引到爱豆的注意，粉丝们也是各种的方法用尽了。这一波就有周深的粉丝在微博评论区表示，深深回复多少字我就学习多久。结果呀，周深还真的就回复了，还回复了140字。不知道被周深回复140字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被周深回复140字上热搜了，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有粉丝啊，为了吸引周深的注意，表示深深回几个字，今晚呢就做几道数学大题。随后周深回复道，看到了，通通安排，那些说好读名著的、写数学题的，一个都别想跑。结果评论区就看到这样的回复啊等等的。看到被周深回复之后呢，其他粉丝直接留言保重。除了做数学大题，这一步还有留言说看多少本的那些什么外国名著啊，好厚啊，外国人名好长啊的那种吗？看到这个留言呢，周深回复道，你看多少本书由我来决定的话，那我们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就像是一些老师说的，你读书不是为了我读书的呀，你是为了自己读书的。这一劝慰粉丝的语句非常中肯，不愧是个劝学高手。看到被周深回复的粉丝们，就有网友表示了，被回复的粉丝你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你在众多粉丝当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需要看那么多的书，希望你真的能够看完，祝你好运了。在被周深回复140字之后上了热搜了，许多的被周深回复过的粉丝们也都纷纷跑来晒被周深回复过的对话截图，更有细心的粉丝将之前周深回复过粉丝的话语做了整理，从字里行间看到了满满的正能量。从周深的回复当中可以看到，光有动力没有用，还要动起来。为什么是该努力了？直接开始努力好不好呢？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就是越来越好啦。给粉丝们鼓励的语句真的是比比皆是，还
还有直接劝慰粉丝们的说好好读书，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正能量如周深，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和粉丝们是不存在距离感的，看周深如何和粉丝们玩在一起的。一粉丝留言找了很久的段子，周深看完之后回复道，阻击手们他在攻击我，面对一个大哥的表白，周深就是那么的皮。这样回复之后呢，不仅表示看到了，也和其他的粉丝完成了互动。早前呢，也有粉丝留言周深，你不是说大家都是兄弟吗？那叫你一声哥哥是没问题的嘛，哥哥。看到这个留言之后呢，周深表示叫哥哥有点肉麻，叫我大兄弟就好了。大兄弟多么接地气儿的一个称呼呀！一路看下来，发现劝学高手周深与粉丝互动不仅正能量满满，还是舒心小哥哥一枚，时刻劝你开心和照顾好自己。看很多被周深回复的网友晒截图，说我不酸，我一点都不酸的那位，你是真的不酸吗？被周深回复过的各位呀，被周深回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特别是被周深回复140字的那一位，心情如何呢？有好好的在读书吗？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你给出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